夏普洋，奋勇冲刺，奋勇冲刺。好，接下来是夏普洋，他的自我测试成绩是五米整。你知道目前台湾的记录呢，依旧是乃慧芳在1993年的五月东亚运动会跳出的8.34米，这个全国纪录保持人的成绩已经维持了27年之久了。来一个了，对。其实我只是因为就是比较好动，然后我的体能就是不管跑步啊、跳高啊，就是以身体素质来讲还不错。毕竟没有跳过远，然后最近才这一两个礼拜才刚练，然后我觉得我把我的那个协调还有稳定性弄好，我希望可以破大会纪录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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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夏普洋，奋勇冲刺！夏普洋，我们等一下成绩，有看到他在空中漫步，哇，有，成绩5.70米，哇，可能有点冷了，我真的觉得下次要练体能是一次练全项，因为我们可能一天只练一项，没有一次一起，对，加油加油，可以的，好，你破纪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